哎、欸，我给你工作，你还挑三拣四的、啊？去你的工作！要这种工作，我以前在酒店多的是，哪需要孩子来这漂白当明星啊？你在酒店待过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当初的合约签得清清楚楚，身家清白。你这件事情要是曝了光，被人起了底，危害到公司的利益，别怪我到时候跟你解约。解约？不过你刚好有这样的背景，晚上呢正得心应手。不用麻烦了，我现在就不干。宝宝，要卖，我以前早就在卖了。演艺圈就跟酒店一样，你们这些经纪人跟劳保、皮条客有什么两样？我不干。宝宝，宝宝，快别走啊！宝宝，宝宝，你真的不干啊？对，老娘不干了，管他是男人还是工作。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就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做什么明星梦。你是认真的？我看起来像在开玩笑吗？那我现在也只能祝福你了，不是吗？你记住，是我给你的，不管是广告、王董，还是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的甜心派对，都是我给你的，宝宝。好了，现在不用再跟我演什么姐妹情深了。小姐，好，那我知道，那我明天会早半个小时到公司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明天见哦。小心！小姐，救命啊！楚天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楚天，啊，小姐，救命！开车。的确是个能让很多女人都喜欢的男人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看杂志？不知道，那公司艺人呢？一个半红不红，一个吵着要解约，一个已经解了。宝宝确定解约了吗？解啦，让他走吧。没心，留着也没用啊，早解早好。那琳达要不要解？这关系到一亿耶。哎、欸，菲菲啊，你说嘞？哎、欸。你们看这杂志上的楚天，是不是很上相啊？菲菲啊，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看男人啊？这不是别的男人，是 Linda 的男人。这男的，我要了。什么？他可是让我们通往未来的钥匙。我们有个钥匙，听懂吗？今天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吧？当然喜欢。楚天的家伙是该得到教训的。现在我什么都没有，只能这样回报你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为什么？
让小周送你回去。小周，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不行，今晚你是我的客人，我有义务要保护你的安全。小周，平安的把琳达送回她家。自然就会合作啊，时候到了，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到了？我现在就要一个答案。今天谁惹你生气了？琳达，要沉得住气。我们最不能被打败的就是自己，要相信自己啊。你都说得出这种话，你还不帮我啊？哪天我要是垮了，你会救我吗？也许吧。那就当作我们现在都只有自己，只能依靠自己。所以呢，你还是不答应是不是？我说了，时候会到了就是时候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那么一直有耐心。快了，就快了。小胡，楚天的事你查出来是谁干的吗？我要你在24小时内回报。办事不力，都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。什么鬼啊！哎，你担心自己家里面一人安危，你怎么打电话报警啊？你找我干嘛啊？把我当阿舍啊？操！我他妈阿舍干面了，火的嘞！哎，那个谁啊，把我当熟辣一下，呼来唤去的，一下叫我跟小牙当狗仔，一下叫我去跟黑衣人，我他妈真姓色啊！啊，我是通天神探狄仁杰啊！小伙，辛苦你了。为了我们公司的前途，你除了忍还是得忍啊！还有前途？是，要不是为了这钱啊，我他妈小胡我理他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我们的内线消息还是要靠你。哎，我小胡啊，抱怨归抱怨，事情我还是会做的。不然呢，怎么对得起两位大哥？不过说到这个内线哦，怎样？我去调查这个雅雅。我跟你讲，雅雅这个丫头啊，她的身世神秘的很特别。怎么说？该不会又是哪个天王天后的私生子吧？不是，她呢是富不祥，妈妈还是养母。妈妈是养母，哎呦，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啊？看你要单亲的、混太妹的、混酒店的，我们演艺圈呢一抓一大把，只要把它包装好，说她家境清寒需要养家，然后推上一幕，好好推销她一番不就好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那奇怪的不是什么什么富不祥，也不是什么她是不是孤儿啊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她出生那天晚上，谁在现场？谁？我们娱乐圈话剧也 get down 哈 ，A 咖中的 A 咖，陆大鹏。陆大鹏，嗯，你看怪不怪？真的料想不到哎，你们这个楚天就这样整个爆红了，代言一堆。节目一堆，
然后粉丝的人数这样子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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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上升。哇，还好我眼光早，早就跟你先预定好下一季服装秀。我这个人呢，做经纪啊，一向快很准，只要扶不起的，我都会丢掉。那些广告都是以每秒在计价，只要没有潜力、没有机会的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乔姐，受教受教。你也很照顾楚天的。哎，应该的。来，跟你分享一下，这合约呢是今天早上刚签，全都英文哎。He will like。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楚天呢就会成为这国际品牌第一个亚洲模特，下一系列的广告代言全部都会找楚天，而且啊是全球公司 Global。 对，所以我用了它，我的牌子也是 Global。 决定了，就是他。他现在的知名度啊，正好可以提升我们王九网九的知名度，去忙吧。是。没想到乔姐还可以重新把楚天做起来，而且还做得这么成功。你说他们乔姐三个人，还有菲菲、琳达、蚕豆，看来能力最好的还是乔姐啊。所以董事长的意思是。看看啊，有没有什么突破点可以接近他。要等。怎么说？人在风头上呢，做什么都顺，要等他掉下来才会需要你再伸手，他也才会去拿那一把。夏涛，你果然是做事的料啊。董事长，根据我的观察呢，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就快要到了。去哪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最好让开，我现在正要去报警，你再纠缠我，我就到警察顺便把你给带走。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，我劝你不要报警。哼，我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？你不是想要知道谁教训了楚天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大家都知道你的后台是陆大鹏，放眼整个演艺圈，谁敢动乔姐的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的意思是，黑人的后台比陆大鹏的还要大？我的意思是，那些黑衣人应该是陆大鹏找来的。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是不是开玩笑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我今天是良心发现，特别跑来跟你说，而且我觉得陆大鹏会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雅雅。雅雅，你少来了，你这个人怎么可能有良心来警告我？你一定有你的目的，你说吧，你要有什么好处？漂亮，我就喜欢你那么直接，把楚天让给我，现在就只有我能保护他，还有保护你。你居然露出马脚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有良心？我怎么可能把我公司的会下蛋金鸡母送给你？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，滚！哎，到时候你出事了，可别怪我没警告过你，嗯？你把你自己顾好。刺青的，长得有点狂野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不是叫你跟他解约，为什么继续做？因为我觉得他很有潜力，他可以帮公司赚很多钱。我说解约，你听不懂吗？
谁啊？快递。领导。你听我解释。放手。我不要，我不放。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摄影机在哪？现在是演哪一出？现在怎么样？又想要利用我去炒新闻了是不是？我没有，只有这个包包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赚钱买的，而且是你最喜欢的品牌。我不需要。你走！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会回来我身边？我为了你，我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。你骂我，不，你打我，像以前一样打我，我叫你打我，打，打。你不配。干什么？看清楚我是谁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把我当什么呢？小狼狗啊！受了刺激就跑来找我发泄吗？我让小偷送你回去。我不要！为什么你要拒绝我？我有那么不堪吗？我要你，但不是这种药。